当我在地铁上好像看到前妻，想偷偷跟上去确认一下，知道他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。应该很快乐，再也没有我的打扰了。我有时也会觉得，是不是挡住了你人生的景色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这边有那个优惠政策，你这边需要贷款吗？贷款？不贷款，不贷款，不贷，贷啥款啊？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挂了挂了。小兰，是你吗？小兰，小兰。突然，有人从背后顶了我一下。我宁愿所有痛苦。到底谁？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我可少见你了，小兰。小兰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阿拓。你。